所以，你打算和启梦成亲？你怕我难过，便带我来到了你父王的灵位前，给我吃一颗定心丸。父王，这是三妹，是对儿臣而言很重要的。看来你不需要这颗定心丸。你觉得会不会这个消息是天目城自己发出来的？也许，他们就是为了早日促成轩月与天目的联姻。他们是否居心叵测，一试便知。